大家好，我是早奈慧。大家最近好吗？家里的口罩足够吗？昨天我妈跟我说，好像去哪里都买不到口罩，然后她有一点担心家里的口罩不够用，因为她工作上会接触到很多人，每天一定会戴口罩上班，然后到了春天有花粉症嘛。なので今日はちょっとマスクを探しに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出发。首先这家药妆店在日本北陆非常有名的连锁药妆店，我高中时在这边打工，就看一下，都卖完了。像这种比较小的 size 的，有保湿效果的，还有卖，但有一点贵哦。我买了果汁，这个47元而已，很便宜，好喝。那我们去看一下别的药妆店吧。我现在来到松本町，这一家应该大家也知道吧，在日本最大的药妆店。刚刚的店也有卖这个，好像卖的不好。我买了这个もずくスープ，这个很好喝哦。我现在来到便利商店，我就看一下有没有卖口罩。便利商店也没有卖，我顺便找了電気代。先月は6306円，我不知道贵不贵耶。现在来到别的药妆店去看看吧。店入口就有这个，卖完了。现在来到 Home Center。我之前来这边买东西的时候有看过卖口罩，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卖。好像没有了，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有进货。好像去哪里都没有，有一点累了。这个加湿器也太便宜了吧，原价是4980，减价到2000，好便宜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没有我想要买的。最后去看一下大川。100円で売ってるからもしかした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，咱去看一下吧。果然没有。我买了白色的 masking tape， 累了，今天结束吧，我要回家了。我回来了。现在我家里有这些我自己要用的，我算一下有多少，有37，所以我大概一个礼拜2-3次出门嘛，我一个月用12张的话，大概有上个月份的口罩，
いつ就職するのか分かんないけど、とりあえず4月までは持つかな。不过我到5月的时候开始会有那个花粉症呢，而且我蛮严重的，所以要好好珍惜用一下这些口罩。我希望赶快恢复正常生活，早く収束しますように。大家也要小心咯，拜拜。大家，我找到了口罩，一个人只能买一个。噔噔，终于买到了。